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掠影时光，我是小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柏林综合症》。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平等自由的爱情，即使两人在爱里早已习惯了彼此，并相互珍惜着对方，但都能够在爱里能够不卑不亢。但是世界上极端的爱又何尝没有？安迪对克莱尔的爱就是如此。当爱情变成了只想去占有对方一切的时候，曾经多动听的海誓山盟都显得可笑极致。柏林综合症讲述了克莱尔前往柏林度假，却偶遇到了让他心动的男主安迪。安迪的身份是一个大学教授，而克莱尔是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当文字女青年碰上睿智的男教授，两人的荷尔蒙都同时迸发了。安迪和克莱尔一夜激情过后，他们之间的爱情却变了质。醒来之后，克莱尔被安迪囚禁了。也许是深陷于爱情的漩涡，克莱尔起初仅仅以为这是安迪给他开了一场浪漫的玩笑。但安迪变得越来越暴躁，克莱尔也变得恐惧了起来。他之前所认识的那个才华横溢、温柔的安迪，现在到哪儿去了？当克莱尔用备用钥匙打不开门，企图砸开房间玻璃，却发现还有一层加固的玻璃。这个时候，克莱尔才发现自己失去了自由。在爱里不平等，应该是爱情里面最大的悲哀了。克莱尔发现了安迪就是一个变态的囚禁狂，于是想方设法的逃跑，可是都没成功。我很佩服克莱尔的勇气，在明知逃跑成功的可能性极其微弱的情况下，还依然尝试跑出去。可他的逃跑计划被安迪发现后，安迪却不气不恼，可能是因为他还保留着一些对克莱尔的一些兴趣。此时的克莱尔如同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唯一能够让他存活时间更长的方法就是让安迪对他保留的兴趣更久一些。可是该来的终究要来，安迪断绝了让克莱尔一切生存来源，让克莱尔一个人待在房子里活等饿死。不过影片最后，克莱尔终于逃离了那个让他饱受折磨的房子，可算是让观众长舒了一口气。虽然影片的整个过程都让人觉得压抑，但是在最后克莱尔逃出去的那一刻，让人一同也感觉到了自由。在爱情中，如果一方只是单单的想去占有对方的全部，这样的爱情只能说明是畸形的爱。如果说安迪是完全不爱克莱尔，也并不尽然。安迪给克莱尔买衣服，以及陪伴克莱尔一同参加葬礼，这足够说明安迪心里对克莱尔并非一点感情都没有。当这种感情逐渐变得不再像当初那样简单时，爱情里面的自由就变得极难实现。我是小印，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掠影时光》。